人有两次挑战机会，九人当中六个人完成挑战成功。女生和男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男生4秒，女生5秒。我跟你说真话吧，我其实是个女生。我这么多年一直没告诉你，你这胡子，不是你这胡子，你嫂子不好，你胡子实在出卖了你。孩子哪来个？有点勇气好不好？你嫂子是男生，你嫂子是男生。谁第一位出战？好，老肖 ，OK。老肖，他没问题。老肖，老肖跑完了，他保证不下雨啊！加油！萧敬腾第一次挑战，准备，3、2、1。哇！哇！帽子都掉了。哇！哇！恭喜，挑战成功。萧敬腾挑战成功，耶！请派出下一位出战成员。老沙，老沙，哥，你可以的，我觉得。你来一个吧，啊，我来一个，来一个。那么安全，都保护上，都保护上。哥肯定跑不了，都保护上。那你就站那直接挨抽就行了。你站在这吧。你还要带什么？我给你把钢铁侠衣服穿上好不好？打仗去啊，哥！保护上，哥保护。哥上我老下我瞧，哥保护上，保护上。哎，这个你看看高度，你看高度行不行？可以，没问题。高度行啊。哎呦我去，哇，那么紧张呢？沙溢第一次挑战。等会儿，哥，再给我慢，再给我慢。等会儿，再给我五分钟。不是你一分钟。我平静一下，我吓死我了！别闹啊！不管成功和失败，儿子还在电视机前看着呢。哎呀，我去，等一下，来吧，啥别说了。3、2、1。哎呀！当然不行了，重来。不，我已经完成一次机会了，我还有一次机会。再叫我调难度了。我还有一次机会。你这样跑完，老肖不高兴呢，云都给叫过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已经阴天了，要下雨了。老肖，你先那个回酒店。云都叫过来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看看这一朵云。第一次没有在下雨天见到萧敬腾。来吧，来吧。儿子还在电视机前看着。加油！我为了我儿子李晨，不是。李晨，我为了我儿子和李晨而战。我现在到底是个什么辈分？我现在，老沙都给你加油了。沙溢，请准备。耶，老沙。没事，我觉得你尽力了，真的，我了解你，你从来不运动。还好吗？疼吗？还好，我就当我做错事儿，李晨抽我一鞭了。请派出下一位出战成员，谁来啊？我来啊，你来吧。哇，肯定可以。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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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郭艾伦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哦，小心！哎呦哎呦，踉跄了一下。哎呦！哎呦！
这么难吗？这么难？他太高了，刮到脖子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么难吗？没事吧？没事。